没有发现，今天方瑜来到一个充满甜蜜氛围的新房子，这是曾先生、曾太太的家。嗨，你们好。好。哎，我觉得呢，这个房子呢，它其实坪数不大，但是整个装潢、整个感觉其实小而美。当然呢，淑娟设计师，我们又见面了。Hello。我想问一下曾先生、曾太太，你们当初呢？买了这个房子的这个契机是什么？是怎么样会买到这个房子？然后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因为我知道这很重要，是他们准备要预备要来结婚的新房。是，其实我们之前的那间房子是小套房，是对。那其实一直住起来都觉得有点局促，对。那想说接下来可能结婚以后，也许会有小朋友，所以我们需要更大的空间。是，对。那因缘际会之下就找到了这间房子。对，因缘际会之下找到这间房子，但是呢，我发现，其实打拼很多年的这个上班族，其实你们要买自己第一个房子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梦想的蓝图。当时你们的蓝图是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因为我们之前住小套房，然后空间不大够，所以没有书桌，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很大的书桌，可以未来我们两个人，甚至以后我们有小孩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使用。那整个风格呢？因为我知道年轻人呢都会有自己心里很想要的一个整个居家的风格。其实我们以前的想法是走那种比较温馨的北欧风，是对。那后来跟设计师讨论了以后啊，觉得说其实加入一点点工业风的元素会比较有个性，这样子。哎，真的，淑娟设计师，我觉得这整个房子呢，就让我感觉是很有活力的，不是像就是可能工业风它颜色比较深，但是你就带进来很多很温暖的元素。哦，其实这整体来讲应该是北欧风啦，但这微量的一点点的工业风格。例如呢？哦，其实就在于电视的主墙，那其他公共空间够四方。不过如果说要考虑到我们一般的需求，就是客厅、餐厅、阅读区。其实我们跟曾老师、曾太太讨论过之后，我们取舍一些我们实际上需要跟不需要、自己需要的一个空间来做一个分配。像是什么呢？放掉最多的就是用餐区跟屏风。哎，对。放弃掉，因为真的需要很有效的去抓好每一个坪数、每一个空间，所以屏风取舍掉了，用餐区也取舍掉了，但是呢，它就多出了很多大的空间。对，它成就有两个区域，客厅跟阅读的区域。是，还有，刚才你有听到了这个充满爱的这段对话吗？就我们的屋主一直说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呢就要结婚了，那小孩房也预备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小孩房呢，现在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闲置在那里，当做你们的储藏室，它以后呢会是相当大的，这个有很相当大的功用在里面。当初跟设计师讨论啊，其实我们原本的概念是要留一个次卧，就是以后准备可能给小孩子使用的。但是在讨论后，我们发现一个空间闲置在那边，其实会非常非常多年。对，那以我们这样小坪数来讲，那这个使用的效率就没有那么高。对，没错。所以设计师这边就建议我们可以把它先做更衣间。对，那它其实那个柜子是活动式的，所以以后如果小孩房真的有要使用的时候，可以再做转换这样子。所以淑娟设计师，我知道这小孩房其实也大有文章。我们更改了这次卧空间的进出口的位置，然后还有我们还要找一个冰箱的位置，因为在厨房的位置我们增加了一个烘焙的空间，所以我们要找另外一个区域放冰箱，所以我们更改了进出口。更改了它的进出口的方向。还有呢，我知道其实这个房子刚才有说听到烘焙，没有错，因为呢热爱烘焙的曾太太，冰箱对于她来说非常的重要。你喜欢烘焙？对，我们平常就是没事的时候就会想要做一点小点心这样。什么是你的拿手的？比斯吉吧。哇，比斯吉耶！是饼干类这样子，饼干类的东西。今天有荣幸可以尝到。可以啊，真的假的？真的。那曾老师呢？曾老师平常在家喜欢什么样的这个休闲的活动？我的话比较静态啦。对，因为我下班后啊，其实我还蛮喜欢一个比较舒压的感觉，所以我喜欢养鱼。那看着鱼啊，就是这样子悠悠在里面游，觉得心情就特别
放松。我觉得呢，这也是你要装潢一个新房子呢，其实屋主的需求跟设计师的沟通是相当重要的。我知道淑娟设计师呢，其实把他们两个喜欢的东西呢，也放到这个空间里面了，对不对？嗯，是的。那其实水族箱还有其他的一些配件要做隐藏嘛，基本的配备，所以我们在一些电路跟一些预留的孔位，我们有先做好。然后甚至于说，我们知道它是要放鱼缸，所以我们台面上就不是用木皮的做法，我们用的是人造石。我看到了。而且郑老师其实他非常用心的去把那个水族缸里面的场景布置的非常的漂亮。对。然后再加上人造石，它是比较好清理的，所以它整个在那边呢，你就有觉得那个小鱼呢有自己的舞台。可是讲到这边呢，观众朋友们一定会觉得说，那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遇到设计师人很好啊，是因为他们设计师会帮他们想啊。可是我们家装潢的时候呢，遇到好多的问题哦，我都差一点跟设计师吵架。我知道呢，其实你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整个装潢的过程当中也有碰到一些瓶颈，对不对？其实在进行中，其实屋主的立场跟我们的立场不一样，他看到的是一个雏形，那心中难免就会觉得，哎，跟我想的不一样。哪里跟你想的不一样？比如说当初雏形刚好的时候，那个电视墙，那颜色的部分，我们就想说这样子会不会不搭？对，然后还有比如说电视尺寸的大小，对，那东西家具跟家电，然后还没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不到它的全貌，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想说这样子摆会不会不协调啊？那个颜色跟那个颜色这样搭会不会不搭？对，那其实当我们觉得说心里面觉得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我们最后觉得说还是要相信专业。对，因为我们想设计师他有多年的经验啊，那他会这样设计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我们后来觉得说那我们就还是就是让设计师去做这样子，结果果然最后做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非常满意。对，我觉得淑娟设计师这应该就是你听到最欣慰的话吧。对啊，好感动。而且其实这一块，其实郑老师他们没有提，其实我们可能忽略掉业主的一个心理的潜在的一个焦虑跟没有安全感啊。那我觉得这一块也很感谢郑老师他们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去尝试，去把空间营造出我们原本的想法的。是，对。所以真的就是四个字：相信专业。这样子呢，你的这个设计师呢，才能没有任何的顾虑。可以呢尽情的挥洒，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到整个成品呢就完成了，而且呢也让屋主非常的满意。我相信呢，明年听说很快会有你们的好消息哦。没有意外的话，没有意外的话，一定没有意外，因为呢这个路已经见证了，好不好？所以希望很快我们明年呢会听到你们好消息，也呢可以参加你们的婚礼。祝福曾先生、曾太太，也谢谢淑娟设计师，谢谢。我觉得这个房子呢可以说是小坪数，但是呈现出大空间的最好实力。那淑娟设计师呢，我知道小坪数呢其实收纳很困难也很重要，所以你在这边特别做了一个不同的规划。对，我们希望一路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开阔放大的功能。对，所以我们把就刚刚前面提到取舍空间的需求，是，所以但两大需求我们一定要先顾及，一个他希望回来是一个放轻松的地方，对，客厅的感觉，对，再来一个阅读区的感觉，是，所以客厅这一区开放空间，大家就以这两大主轴为原则。是，对。所以我看到电视柜的部分呢，其实很干净、很整齐、很不一样。但是其实收纳你也顾虑到了。电视柜的空间，其实我们希望它放大延伸，所以我们把一些线路啊，还有一些总开关箱的位置，都把它隐藏修饰掉。是，所以它也把它空间的该有的宽度都有表现出来。对，没有错，感觉得到呢，它就是都藏得非常好，所以你也不会感觉说哎，这边有看到电视箱，因为都在里面了。电视墙的部分我们用日本杉跟钢刷梧桐木，还有加铁件。哦，是。那颜色我觉得好像也不一样。对，其实日本杉的颜色跟钢刷梧桐其实颜色很接近，是，但我们希望在空间里面再沉稳一点，所以我们加了黑色的铁件以外，我们再把日本杉再染色。整个空间我们没有过多的装饰，然后就带出整个空间的沉稳与大气。
那另外呢，刚才屋主他们有说，就是书桌书房这个位置对他们来讲相当的重要。那我看到后面的这个书柜的设计其实也很吸睛。其实书柜我们用的是系统柜，然后它系统柜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它 3.2 公分可以去微调一个空间，所以在书柜它在盛放白色上面，其实它是可以很自由去控制。对，而且呢，通常系统柜很多人会担心说会不会跟家里不太合，但是我发现呢，其实现在系统柜都做得很聪明了，你完完全跟空间是可以密合的。对，它就量身定做，然后再来就颜色的融入，所以你不会觉得它是系统柜。对，我不会觉得，我感觉它有那种实木的质感。还有一个空间呢，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也好喜欢啊，就是卧室的空间。因为卧室的空间呢，整个定调是很北欧风，加入一点点工业风的元素。那我发现卧室的这个布置呢，其实也相互回应。其实卧室其实是我们曾老师他先买了主卧的床柱，是柚木色，所以我们本来是想导入浅色系，后来发现柚木色其实应该用深色再去拉融入整体的感觉，所以它整体的颜色其实是带深的。对，而且我很喜欢淑萱设计师他对于这个木色木头颜色的搭配的这个技巧，因为我发现呢，你不是同一个色调，你可能会用很多很跳痛的颜色，但它最后组在一起，大家有发现吗？电视柜然后跟那个门片的颜色跟书柜的颜色其实都不一样。那这边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些 tips， 怎么样把它不同的颜色融入起来，感觉就是很高手级的这个搭配。其实就颜色我们单纯，而且但主题性要先定出来，是然后它的基本的需求我们了解了，那就可以把空间整个布置到完整这样。刚才曾太太有说她很喜欢在家里做烘焙，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做烘焙的人里里扣扣非常的多，还要有专业的烤箱。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房子他们的厨房一样很小耶。但是淑萱设计师你竟然把那些很繁复很繁琐的东西全部收起来了。对，不见了，而且厨房很干净，怎么做到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挪用了它原来的冰箱的位置，去增加它该有的烘焙的烤箱。你把它移出来了？对，我们把冰箱移到外面来。是，然后我们就里面空间很单纯的，就是烘焙的功能，还有一些工具都在里面。没有错，你把所有的电器啊都收到里面了。我发现那个柜子你有特别的做设计。对啊，因为其实电器它有基本的尺寸要预留起来，然后还有配电空间。那我们把剩余的空间就做成一个柜子，那它透过分类去分层去收纳，所以外面的空间看起来就会很干净简洁。没有错，你有发现到吗？那个细缝呢也特别做一个柜子，对，很小，所以在里头你就可以把你所有的杂物堆到里面，外面就干干净净的了。